杨总，杨总，说起来了，想坐你该想办法啦。我看到你想坐，无想坐，来增加我500块了。两块钱几斤？好，对，我做你。哪个呀？大哥。阿油巴罗，老王阿油巴罗。中等，我跟你说过的。你要变成意在京城，就没有所谓年纪大部分。什么叫意在京城？我上次解释过了。身价破亿，自动升级搭载成为京城。今年啊，你来这边去办啊？现在没完，世纪大拼盘出现了。来，有大买无？这应该是求500块啦，你看卖两个人，卖两个人，我讲啊，卖袂到1000啊。四个客人吃，一下开500，开700，来300块海白啊。搁大买搁千个钱，一个人个买就开300买，伊啊五买来200块外面。200块啦，成交一买遐来200，你是家己拢有咧饲鞋啊？遐我今仔卖鞋啊，拢安尼，心情啊顿顿。这个要收起来了。鞋啊，我200袂人要钱啊。我还没细分了吧？你跑那么远，你跑细分的。来，最后三位来，要吃海北的来能包弟弟，你有没黑啊？不，来两个。小孩，我今麦没明个，该谁该叫请客？哎呦，新的黑暗呐，给别人来了来了。那个叫做来了，给他过来来了，还能包我了，放心放心。来，北黑暗能包，小姐要吗？什么给成我？这一盘卖不到1000块，很冤枉的。最近新东西很多。你还要再一个鸭肉，鸭肉羹面那个好像。来，最后几人，还给人吧。三个。最后几人能吧？去广东那边啊，四个客人，刚刚来了哈。来，谢谢。来，低卡包我8块来，富贵猪脚圈，超级好吃。蛋姐啊，哎，买遐小蛋姐啊，后边咧杀啊。手无够长的。啊，你是讲你要做什么口味啊？咸酥的，我不点嘛，不点嘛，我啥，我经常吃啥，来，我要吃花生猪脚圈的奶，500块都，500块，500，看我要吃几个，我是谢啊，回去加了最好吃的，来，500块，那两只500，够正常，正常啊，来，我爱卖啊，三黑啊，你来500块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你两个卖多少？来500都，四黑啊拢好滴啊，富贵猪脚圈，广东人啊，500块。安尼我看开始啊，我要来一下，我要发几个钱。对，我未晓花啊，是嘛？你阿伯你阿放药未？你拄阿放放的去。我帮你放药。好，来，再放药，放几个？来，你好。阿妈在后面啊。阿妹，看阿妈呐，阿妈停了，阿妈停了。来，阿妈哦。我拄阿未叫阿妈这件代志来要啊。阿妈来啊。莫走，莫走，莫走啊！青菜来啊，来，要吃平板的来，1000块来。青菜来哈，要开始烫来啊。有啦，爱烫过啊，爱烫过吼。你等下个南面线，等下滚滚的哦，多好吃。刚才你讲金梅汤酱油肉来啊，啊，罗汉光山遐个店拢爱关起，来1000块来。来成交一个啦！讲你身价过亿，这两点牛肉咯，牛肉咯，就爱卖你500。来，有要吃啊？1000块啦，小偷一个啦。大家好，这两三四个人给卖都，今日拼拼啦，来1000块啦。有人要吃千年品牌的话，来1000块，无啊？一包给你两个来这组，来1000块啦。来，今日来1000块啦。哎，有没有吃的？你敢吃过？你敢吃红柿啊？有欠我回来钱啊！我回来钱爱行，嘛无效啦！你一定爱行的，就是爱行。我欠他很多就爱行。来1000块嘞！我感觉我是要甲送哦，我无想要你办办那边。来到当场了，来成交一位来1000块了，今日时间无够，变平了，来1000块了，还要考虑啊！我这边。你是咧买无了，我是来想我咧，来想我啦，你几啊几块咧？几块几块？啊我，拢起来，拢起来，拢起来！啊我，我两票我啦，来上菜啊！来四个客人吃啦，来1000块啦！来上菜，上菜，我一打拢有这价，拢有当价，来1000块都1000块，不然要吃怎样哦？
来，行为做国徽啊，上场好不好？嗯。来，国徽来上场。哎呦，这管子没上，还是上那点名啊？来，几千人，赶快啊，时间不早了啊、哦，要点票了，来，几千块。来，几百块，来，几千块。三包国徽，一半给你一千的。个人要叫啊，规盘拢卖你一千块。都花嘴，都花嘴，来一千块，没有人理我。岂有此理、欸！一直都怕我瘦下去的香精五万，来一千块。啊，几大盘一千啊？几大盘中啦，一千块。叫平安林啊，太阳花和彩队，我记得又来啊，就平安林啊，来一千块就开始了。上次干嘛穿西装打领带？几盘过得了？来一千块，没有六块肌的话，就算裸上身，还在考虑是吧？也会过关的。来个上举棒，挥一下，棒一下啊！来一千块，整盘都给你喽。四个客人而已，赶快拿钱来。几千块了，几千块了，真正不要笑，我是真正不要你讲三句啊，我白话。来一千块，大家都给你钱去。没有了。都快别玩了吗？快。没有，我们郭老师没有的。来包鱼，我要三鱼，来几千块。来几千，几千。我给我干杯。对。来四个人给杯酒，来一千块了。你刚才是盘盘盘盘。下底不是有冰啊，下底拢在包的呢。来几千块。对，老师。对，要几文啊？给几千块吧，收的。回头三包。四个客人可以，我本身是要载这个领导的啊，干杯，半公斤，一袋金六啊五，七八来买五，八五五，一克啊，来来一千啊，规盘来一千的，我这盘来绝对了较痛苦，进得了钱啊，我上次去啊都了较痛苦，来一千啊，来一千块，只有四个客人，赶快，来招头借金钱，来一千块的。还在等是吧？我已经连钢轨拢上回来，你搁咧等哦。八几千啊！安尼我收牌就无啦。大姐，要钢轨啊？金蛋钱一千块点。要钢轨啊？一个画吗？一个画。哦，一个画哦。来，八几千，谈一千哦。唔借唔借，我就要收啊！唔借，来请叫开金蛋钱。不是，是鸭肉丸。全部一个鸭肉丸。一盘一千，贵大盘一千块钱。来继续。来，你先。再拿钱喽。这是芋头丸。一包，两包花。来干杯！来，上对喽。来几来？来杯龙正吉。这个干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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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有啊，啊，这个奶这个，啊，不是黄呀，什么鸟嘞？一千几啊，你想清楚啊，你要清几？来，一千块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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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武当男真帅吗？你今摆来口罩拢剃掉，还无戴的。我刚看到你目睭，我要安怎讲？来，等一下喊。我等叫你话哈。来，大哥，你先来的。回家拢吃。好，来一下。对，你管着我。站起来。好，我不行。来，张伟。张伟，大声在这边呐。张伟啊。来，张伟。
哇，这个呢？来，对，来给大姐啦。来，来，来，阿伯姐，峰哥。我要几块钱包？来，峰哥来这边给大姐。好没？没有。我几块手链啊，阿伯啊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用什么机会当代工人呀？你后来没戴帽子，啊？你没有把口罩拉下来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开始金鱼了哈，你被 K 了，被 K 了，被 K 了。小箱子给人家，小箱子。来，箱子来，大哥来，这谁？刚起来，你来，老妹来。箱子那边，我们两个好朋友。今天好。箱子那边，哎，你们箱子。哎呀，再往我下班来合照一张啊！送你太谢了，一张八百，不了千二啊，送你八百了。来。谢谢啦。来，小点又点啦。来，今晚无买着蛤蟆，来个礼拜啦。谢谢啊，拜拜，礼拜六常来啊，多啊，感谢你啊。来，要吃蛤蟆，来一百块的，一百块的蛤蟆。虾子嘛，你要虾子嘛。他说我买一百，拢走未啊？我看这有卖花一百，你真正有要吃的哈？今仔日做低价，来50块的蛤蟆，买50块的。蛤蟆五十不？一人买一份。一人买一份，两份都没关系。好，那我没有卖50块，都是100块、100块在卖了。哦，来，我再过来。我的蛤蟆是早上鱼。过来，三六八电话。我的蛤蟆，我再过来。来，50块的蛤蟆，给我10块。来，我抓，你是要来抓几钱啊？抓你我抓。来，蛤蟆我抓。这样来，谢谢。来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哈，来，今天蛤蟆我再过来。还有说成语呢。哎，来，我大风哥故弄洋工了。来，蛤蟆，我再来，再来抄点嘞，有没有找到的？蛤蟆，来，我十块，还让我抄点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来，一盘包六个人去。对啦，一盘了，你那一盘包六个。来，蛤蟆，再给我。来，啊，小听下，甲看看来，啊，虾啊，先钓起来，来，卖买500，小等下，蛤蟆收去。哎，差不多2点钟就包好了，啊，大概这样子，谢谢，再不等下去。来，虾啊，买500，买400，我看卖买500啦。这大块我唔对啦，但是我嘛是爱变说，啊你要吃多少份，你买多少份，四个客人这样开300，我袂轻易讲行情价，这样要求才200我。200块。免300，给200都。四个客人，对啊，来200块。他说你吃不够，我是真正无遐俗的贪利人啦，还是恶白白啊啦。你吃不够，你买2份，你唔通讲我虾啊贵，我虾啊无咧花200，吼、哦，来200块来。台北蟹200块，七龙虾3个价了哈，来最后一位，白虾200块，通通买到了哈，四位客人都有了哈，谢谢，很效果啊，来4个卖3个，来小姑娘给变变来，这家小姑娘开1000块，我都1000块，小姑娘1000块，到哪边吃小姑娘？到哪边吃小姑娘？来，只有要吃小姑娘金钱，1000块来，来1000块，来我捧。我跑，一人一分汤。你万要上分，除非真正哦，人足济要食。小可是无可能少。来，我先招4个人去食来，来1000块来，来1000块。无，安尼想法。来1000块，啥物食小可来来？你头前啦。来啦，叫人排队啦。来1000块。来，不然要领导哦。拼了！我小哥唔捌提起来算过哦，这是头一摆哦。小哥足贵，未算钱呢。今仔日去算算我完啦，我搁在地，我欠钱。来，先叫头一个等钱，来1000块来。来1000块。小哥真正贵三三了，贵到紧了。来来，先往你看先到啦，对不？漂亮吗？对不？来1000块。叫掏钱进去来1000块，来1000块，我过来进去啊。刚才谁说要吃小点的？好了，我给小香哥，给小香哥，这几杯的咖啡霸火气冷霸火啊，换行情，换东西的行情，来聊聊。啊，记得深度，你忙去搞皮六皮，要搞这币哦，看一下新鲜度的哈，来1000块。就掏钱跟钱，拿1000块，你现在准备订单。啊，慧君哥，你说欺负这两个字就你。喜毛坏了。你要是这样，你要这样子说，那么快点哟，踹出你了。不会拿钱，我就没有小钱可以给你们。你说欺负，这样子就你了，好不好？拿1000块。
金蛋钱哦，你茫提到尾来，伊用买了伊就无啊哈。来，小看水无？来，千块要收。阿姨啊，你快勇敢，你先买。阿姨。来，千块。你买一半。你等你耍耍阿孙来吃。来，一千块。我问叫你咩哦？我问者。哦，我问者，想要吃呀，手头。手头，我问叫你咩？八加九，八加两。三个八九版本的，我未叫你买，你家己老家的，家己赚钱啊，来一千块我来。一条刀鱼啊！哎，有人想要吃，我来拼，安尼较有意义；，无人想要吃，我拼这无意思。来一千，好啊，这啊，谢谢。来一个。恁家冰箱有大卡无？大卡，大卡。哎，不大卡，哎呦，比宽大多，买比宽多。来一千。一千没有那么多啦，不是那么多。没有，来一千块。来一千块。我发现没料哩，我就无想要去赚钱。来一千，我是来买尔，阿姨出来等。阿姨，你要吃小蛋吧？你要我继续啥？怎么发哩？去等去吃耶？阿无人叫你一定爱吃。来一千块。来一千块。我来啦。你那个小姐开讲是通阿位啦。阿哥，你看啊，来继续。好，继续。来一千啊，两个。阿哥，一千你买对哦，你拿钱啊你。来一千。收钱来。免本的你。免单。第三次不用报。来一千个。一千块。来，这把个上来。来一千块。买了，那我被倒了。我不喜欢不一样的东西倒在一起，这样子很难过。这一定亏本了。两点了。喂喂啊，这下买个啥买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准备几买一半？你内行啊，怎样买啊？你一买一买个白。这冻起来，冻起来慢慢。你买你家当去储存啊，我唔知啊。超过啊啦！来，最后两位啦。我分了几日就知影这几只。哇，真气！今日我无想要叫啊，太夸张了吧？这小姐，我帮你便宜不是丑的嘞，超漂亮的嘞。最后两个。千哥，我当买阿叔啊。我就无啊，感谢你。千哥，好大，肯把提来拍住。小哥拢我哩呢，来一千块，一半拢我哩。最后两位了，来小姐一盘，来赶快，来光棍，亏本卖你们我也爽，好不好？来，最后一位客人来，小姐，一千块没我加啊，我不要领了，只有一半了，多少岁啊？来一千块，最后一位，小姐，好，哎，一千块了，哎，放这叫，奶奶放这叫，蛤蟆，我不是跟你说两小时吗？两小时，我来开玩笑，多了一个半钟头了。来一千块，来一千块，我就管了不管，金价是远，这小哥超漂亮的，你们为什么不敢买？一千块最后一位了，我买到了啊，对不？你今天小哥在聊天，我就考虑去。来，阿伯假毛豆来两百，我姐妹都两百块来，姐都来两百，来两包哩，来三包哩，快总结总结。五折，哟，阿叻，再给你来两百，小卷一千块呢，帅哥，你过来哟，有啊啦，直接过来啦，都了伊啦。来好，阿哥要啥物来？进来，来要吃麻豆的两百，来小哥哩，阿姐要龙虾来两百过来，来帅哥来，赶快，有啊啦，来阿姨啊，甲变买来捞鱼，啥物只来捞鱼？来捞鱼哟。来五百块来，一个买汤。来三位拢两顿煮，一位蒸，一位炊，一位煮汤。三位拢两顿，百八、五百、百四百，来三百多，一个买汤捞鱼，三百块。捞鱼三百。一个客人吃下了三百块，竟然卖了三百块给这个人。三位拢两顿煮，来三百块，一个买汤，三百块捞鱼，三百拢啊。这一样，这样。那我三百卖公的意气用事的话啦，我要什么病啊？这种个大病要哪病啊？来，赶紧买头家病病来，来买条五百块，一个买都。
买头鱼五百，有要吃鱼的竟然来五百，无啊，无买头啊，真正骗我。干咩吃？吃对，只四块五百，我真正买会了。一个人去了，唔免五百，四啊五四百，来三百，三百块，一个买好，买头来三百块。一百全部变成好唔干了，你是？我这个袂一样呢，懂吗？来一千块，两个人去买，是不是？这样两个人去，来两个块，来一千块了。来，谢谢平安。我准备了了，你们来两个人去，两个人来一千块了。来一千块。来新车超前面来一千块。你吃鱼啊，你较紧点，好有点鱼啊，在那吃，别冲啊。来一千块。来一千块了。来两个人去买多啊哈，来一千块来。我看你是唔在咧单烧的呢，看我来料死我，两个人去了，来一千块，记了一百，阿你看，来一千多，这边好啊，这边好，站起来哦，来一千多，来一千多，来一千哦，来一千块多，来两个人去买多啊。来一千块，你把一千块买银子啊？你真不炸、啊？来一千块，快点，来一千块，两个人去了。谢谢谢谢，看你两位了，别吧，我唔敢你单上。来一千块，最后两位，没有鱼了，快点，一千块来，过来过来，还有两位正好，过来。过来反正你点来无辛苦，真正无啊！只需要黄鱼就八百块，来一千块两个块，最后一位了，最后一位了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怎么起来？怎么起来？怎么起来？你直接冲我，叫清风，你直接单招我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别上了，别别上这里头，来一千块，上银的没？够不？会捐是这样，阿麦让注意啊，蹲下来咯，一千块，来最好几个人去了，不啊？啊，对啊，来上班了，不要钱了，我发工资啊。来，一千块，不啊，不要钱。一千块，等下我提钱耶。这几块块哦。没啦。我叫来塞拢包包了。对，忙着忙着，再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哦，谢谢，感谢了。阿弟啊，等等，那个花钱，谢谢大哥。来，多余下八百块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哥。你如果吃鸡卖鸡卖个，哎，真比较包了，好啦。好，阿爸好。哦，三点钟，三点钟，几位的贵啊？要不要三点钟？三点钟，要不要？阿伯好，要不要？最好嘛。来来来来，谢谢老板，好不好？最好嘛，来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多谢，感谢。对，好不好？我的虾子在这里。来，下次刚才谁买的？来，赶快来，来。